首先来邀请出场的是非常非常邀请自主培训的张祝龙选手，欢迎，欢迎我们的祝龙。好，马上请我们的领队呢，为祝龙戴上富邦悍将的球帽。好，今天也请我们的媒体朋友可以来捕捉画面。好，紧接着呢，又来听一下我们富邦悍将的战袍，而我们的祝龙选择的背号是38号。好，现场的朋友，好，如果有手可以给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吗？欢迎我们张祝龙的加入。好，这边也请俊龙帮我们穿上悍将的球衣。张俊龙选手毕业于国立体育大学，他在去年曾经效力于日本职棒独立联盟信浓大林洋队。1993年出生，右投右打，守备位置是投手。好，我们非常开心俊龙的加入，而他选择的背号是38号。待会马上会跟现场的朋友来分享他为什么选择38号。那也很开心他粉丝又收看我们直播的球迷朋友，大家一样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之一，非常开心的今天参与我们富邦悍将棒球队新人加盟记者会。那我们知道呢，今天很多朋友呢与我们一同期待，也一起来关注我们这次富邦悍将的未来之星的加盟仪式。那在记者会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这一次富邦悍将今年选秀还有我们签约的进度。那今年悍将在我们2018季中选秀呢，选进了10位优秀的球员。那同时呢，我们目前也跟效力的日本独立联盟的张俊龙选手已经达成了自主培训的签约共识，所以我们总共呢选进了11名优秀的球员，那同时都展开了预约。那其中有5位选手呢，我们已经在今天完成了谈约，并且也正式的加盟。那其余选手呢，我们也迅速的完成我们签约的仪式。那也期待在早日可以跟大家来公布我们选手加盟的好消息。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这些选手在加入悍将之后呢，都可以接受到我们悍将教练团的专业指导，那假以时日可以成为我们富邦悍将棒球队的重要的支柱，在球场上面发光发热。那在我们今天记者会一开始呢，我们现场有几位重要的贵宾，所以呢先跟大家来介绍，跟大家打声招呼，自我介绍。好，来再帮我试一下。好，请说。哎，没声音，那还来用我的，好吧？来用我的。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张俊龙，背号是38号，守备位置是投手，来自花莲县六岁乡的阿明族。好，所以呢，我们先来询问一下俊龙，你选择38号的原因是什么？跟家人讨论之后，所以选择38号这个背号穿在身上，因为这样能感觉到家人在我的背后支持我、鼓励我，在场上努力的奋战。哇，所以选择38号是非常有意义的，就好像家人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比较有安全感，然后就可以全力的发挥。好，我们知道俊龙他是来自于花莲，所以花莲的朋友会叫你小慧。好，小慧，好，不要听，不要怀疑，小慧就是大小的小，慧是恩惠的慧，哈，很可爱的名字叫小慧，所以大家以后也可以叫你小慧。好，大家也可以叫小慧。好，其实我们俊龙这次是我们后面就是自主培训来跟你联络的。那其实选秀当天你有在现场？选秀当天没有在现场，是不是？好，但是你应该也是非常就是期待可以被选上，所以当时知道自己落当下的心情是什么？其实没有想的太多，因为
我该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分内的事情做好，持续的维持身手，就这样。好，所以一直以来自己都有在自主训练。好，那所以后面来接到我们富邦悍将的一个邀请，成为我们自主培训的选手，当下的心情是什么？谢谢富邦悍将给我机会进来这个球队，当然我会做好我自己的本分，把握珍惜每一次的投球。好，所以呢，我们很开心，我们张俊龙这一次呢是经由我们自主培训加入到富邦悍将，也期望你在我们球队上有很好的表现，也拿出你的全力发挥，好不好？好，欢迎我们张俊龙。好，换上正前方的镜头。好，同时呢，我们今天后面也有我们的电子媒体朋友，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后面还有我们新闻媒体朋友，还有我们今天呢在场的家人。好，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是我们富邦悍将的行政副领队陈君如副领队，一起来到台前进行大合照。好，副领队张坚晴。捕捉，好，也欢迎大家正式加入到我们富邦悍将棒球队。好，也期待他们的加入呢，可以让我们的阵容更完整。好，看看正前方，好，左手要比个赞，是不是？好，来，我们一起比一个赞。好，那我们又今天有准备我们的球棒还有手套哈，因为选手还是习惯有球棒手套哈，比较习惯，比较放松，好不好？来，我们都拿自己的球棒，还有我们的手套，好，还可以放轻松了哈。来看向正前方的镜头，好。好，接着我们看后方，来后方的镜头。好，面对舞台左前方，左前方。好，左前方后面有我们的媒体朋友。好，接着右手边，来面对舞台右手边。好，我们媒体朋友要捕捉画面的，还有家人呢，还有家人的手机。谢谢，谢谢，我们都在热情的掌声来献给我们这一位我们的新人哈。